手不要乱甩。好，先请第一位同学开始，你的手，好，慢慢走过去，不可以看他。好，就直接走过去就好。你走得很别扭。好，换下一位同学。脚不要拖，因为你会发出声音来，他反而更注意你。好，就像这样走过去就好。下一位同学。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好，下一位同学，你这样走，狗狗一定会注意你，因为像企鹅一样。好，下一位同学，手不要甩，手不要甩。好，换下一位同学。好，换下一位同学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换下一位同学。好，换下一位同学。